陈辉。听说是世界上最长的一片云。它是如此独特，却没有几个人见过它。每个人都有那一片独一无二的云，当你去寻找，你就已经在和他相遇的路上。这一路是你独一无二的旅程和看见。我是春夏， It's my view。